那个徐会计啊，徐会计，什么？啥事啊？说。那个明儿我想上那个大队，你看看中不中？那有啥不中的？就我一句话的事儿。你看，还得说徐会计，你说我咋谢你好呢？谢啥谢？这些年关系，啊？只要我能上去，你放心，扫不了你的。心个肚吧，这都不是事儿。队长啊，碗都刷完了，徐会计啊，你待着啊，我家去了。明儿啊，慢走啊，我也没多大功夫待着呢，我也走了。行，你这也太忙了，哪天我安排啊。得了，走了。小心呢，明儿公事等你啊。你呲呲啥呢？这回洋车都得骑他呢。真混。哎，什么家人，也出个吃黄粮的。哎。这咋还没气儿呢？我就不信能跑出我手指。小心呢，咋回事啊？啊？啥咋回事啊？别觉着我看不出来呀，跟那徐会议眉来眼去的。不是，那徐会议跟他眉来眼去的。你别说话，啥你也不知道。没有，要不我也不想上公社去，爸非得让去。不去啊，那羊会呀、啊。你说啥呢？这都说好的事儿呢，不去中吗？你咋都没看出来他没拿好心呢？你可知道啥呀？啊，我费多大劲才给小心整进去？你是不是耗子给猫当三陪，挣钱不要命嘞？你别跟捣乱呗，小心呐，明儿上班去。啊，别害怕，明儿我跟你去。哎，咋能这玩意儿看不出来呢？到底谁的呢？这份我咋不知道呢？